这把我们来把挑战，上来直接挑战者声，什么变异没啥用，这变异不玩啊。这游戏吃鸡是运气，能拿前四是实力。You know? You know no. 来把摇头卡萨丁。你看见过我的跳蚤吗？这个肯定不要，社交名流看有人拿没。社交名流没人拿呀，那我们拿假人。准备好了，名流在哪儿？还好没拿，拿了就 bug。 还好是没拿呀，拿了就上当了，兄弟。拿名流直接上当，那一这打假人打了100年都没把那假人打死。哎，假人算一个入的不？难道说我们要拥有二星艾克了？不能吧，这么早就拥有二星艾克。不算呐，假人不算入的那东西。假人也算入的就好了，前期给人一顿入。二星艾克给一个，没给。这也没钱呢，没有 money 呀，这钱一块钱也吃不着啊。
耶！这波我们需要大剑魔抗，大腰带啊，不是大腰带，错了啊，大剑魔抗攻速全套。大剑优先，我操了，我啥也没有。哎呦，我二星艾克牛啊！如果存在限制的话，那我怎么没找到他们呢？算了，还是这样吧。炸弹人可以换一下。可以我得吃点钱了，我再不吃钱不行了，我必须得吃点钱了，我实在是没钱呢。我决定把帽子给了，不行啊，这没后排英雄啊。哎，其实不应该输的，我操，光有个艾克没用啊，得有后排英雄，没有后排英雄没伤害，搞个女警给他们都狙了。难不成这把走极客？魔抗可以，有大剑呗。萨米拉也行，哦呦，这装备给你包的，瞬间打消了我要走极客的念头。上两挑是不也行？
宝石先不要了，没啥用。我会保护你。有个兄弟说上四级课不给装备，这个是我的问题啊，这个是我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很大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问题确实很大。有同行，同行挑战，先把同行干死，萨米拉给他勾过来。嗯，这都没打过呀，这把玩什么挑战啊？就想把这盖轮卖了。精致连败，啊！我们好像没啥拿的了，拿个剑尖儿吧。哎，拿把大剑也行，拿把大剑。OK， 这小子的连胜被我断了，漂亮！你还真就别说，这把玩巨魔还真就行。我这个钱现在很尴尬，你知道吧？每回合我都正好差四块钱，少了好几块，我这钱太尴尬了。只能赶紧攒到50，然后我们能缓解一下尴尬。羁绊王啊，羁绊王。
我们现在差个男刀，就已经差一个帝国满羁绊了。那差个男刀，再来个帝国章，就羁绊王了。这个拼多多有没有搞头？没搞头，拉倒。卡牌给我沙米拉血死了，这样才好玩。没一家永恩呢，不就一家吗？那倒数第二，亮出架势。喊一轮，这小子大地呢？啊，大地呢？他，我诅咒你没有永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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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诅咒你。哇，这大螃蟹厉害呀！他还剩27滴血，马上他走啊！他走我们就吃鸡儿啊！我们将成为场上唯一毒瘤。永恩来一个，永恩来一张就行，不用多呢都。我的狩猎并非为了杀戮。杀一个狼人，剑姬给个帽子。完了，让人给干了，差一个挑战，差个狼人。找条路给我，我们出发吧。给个狼人行吗？我们开始行动了。OK， 给个狼人就够用。这个样子。差个清军，
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质量再不赢，有点不太应该了。该赢了，要不然都没法上八了。来我这里集合。指引我的去向，这就是我的本性。哎，那我再搞一张。什么时候开杀？野兽更强壮了。撕碎他们！这咋谁也打不过呢？什么？不是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原因在哪里？这谁也打不过的原因，是因为什么呢？站位太差了，这站位还差呢。永恩，再给掐一针行吗？永恩，再给掐一针。这剑姬两星还赢不了，我不信。我不信，给我赢！怎么打不动人呢？这小子开始一直赢，我们开始一直输，我操他娘的，是真恶心呐！给个二星永恩行不行？啊？给个二星的永恩行不行？吹风水银，你们说来一个哪个？我觉得我应该赢了，这还不该赢吗？还不赢？水银剑姬。不行就戏，我操，挖二星没特多，这剑姬打人，哎呀，他打不动啊，砍不动，是真砍不动，我操，融化了，瞬间融化，不行，这再不地不行了，必须得二星永恩了。那没事，这把我们第八是可以的，因为我们只有四分，呵呵，我们只有四分。我们出发吧！好，蒙敌上面会阵了。我的杀戮！
命卑微了。什么狩猎？我的杀戮！哎，我要杀戮！操他妈，还有执法官！哎，但是他好像不太好使，他不好使。No no no, you know。上布隆吧，要不好像小猫没啥太大的用处，升级得上它。布隆提供一手控制，我们得看准站位了。这还有一家永恩呢，这家永恩质量也不好，都等着拉巴。我们拉巴差44块钱，至少得3-4轮了。我二星永恩，你能打过呀？他凭啥打过呢？我不服，我不服，他凭啥？他凭什么打过我？他凭什么？这把我确实不服啊！我说实话，我不服。